刘欢首先公开宣布退出中国好声音，他坦言太累了，实在吃不消。昨日再次传出那英也将缺席第二季的节目，退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太累，并且情感透支。杨坤还没有100%确定会在第二季回归，不过他笑言，我年轻啊，我不累。继刘欢不久前在公开场合正式表示不再担任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昨日再次传出那英也将追随刘欢退出节目，原因为录制时间太长，情感透支。四个导师离开一半，网友纷纷表示没法看了。不过昨日杨坤在32场巡演发布会上留下了希望，虽然没有确切表示会不会留任，但他笑言录制时间不会是负担，我年轻啊，我不累。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星之娱乐，酷六娱乐整理报道。要什么完美。